推荐一款可以自动 AI 生成字幕的线上影片编辑器 FlexClip。 在 Google 的搜寻键入 FlexClip 可以看到它的广告以及官方的首页，免费试用，直接点击进入。来到首页可以看到上方的选项有范本、制作、工具、学习中心。页面的中央标示了免费的线上影片编辑器，可以直接点击编辑影片，或是在右上方按下制作影片。接着跳出了小视窗，输入媒体，可以在这边浏览资料夹的影片图案或是音档，用拖曳的方式或是选择的方式输入媒体。我们也可以在后续再做输入媒体的动作。来到了制作影片的页面，如果有使用过线上影片编辑器的朋友，应该对这个画面并不陌生。可以看到左边的选项有范本、媒体、文字以及字幕。在媒体的部分，我们可以使用拖曳的方式或是选择档案的方式，将所要编辑的素材上传到网页上，接着选择素材，用拖曳的方式上传到网页中。接着我们可以在网页上看到下方的素材的时间轴，将我们所要生成字幕的档案拖曳到时间轴中。接着在左侧的选项选择字幕，选择 AI 字幕。在这里可以看到标注了自动上字幕，本月还剩5分钟的转录时间，也就是说在使用免费的版本上，每个月只有5分钟可以使用自动生成字幕的功能。下方语言的选项可以看到有中文或是其他的语言，这里指的是应该是影片中所使用的语言。第二个选项是选择内容来生成字幕，包括了场景加音讯，或是场景或是音频等等。那么我们就选择全部，然后选择下一步。这里的选项包括了字幕的行数是单行或是两行，以及字幕的风格。目前有10种风格可以选择，我们选择第二种风格，然后直接按下产生字幕。这则影片的片段大概有22秒钟，生成字幕的时间大概花了5-6秒吧。可以看到产生的字幕包括了时间码以及字幕。接着我们可以预览来观看字幕产生的结果。我认为我学到了临场反应， 我学到了团队合作的技巧，我更加学到了解决问题的能力。我相信这些能力不论是在追梦的路途上，还是未来遇到的任何困难当中，都能够让我更加的有信心的前进以及追我的梦。这里可以看到产生的字幕呢是繁体的形式，而且准确度蛮高的，只是在断句上有一些问题。那么如何去修正它的断句呢？我们可以直接在左侧带有时间码的字幕这里去做编辑跟修正，譬如说断行，选择完整的语句来做断行。我相信这些能力不论是在路途上还是未来遇到的任何困难当中，都能够让我更加的有信心的前进。如果要选择断行，就直接按下 Enter。 如果要合并的话，可以在两段语句的中间可以看到合并的功能，合并或是断行，所以在编辑上非常的方便。接着我们再看一下调整字幕后的结果。我认为我学到了临场反应，我学到了团队合作的技巧，我更加学到了解决问题的能力。我相信这些能力无论是在追梦的路途上，还是未来遇到的任何困难当中，都能够让我更加的有信心的前进以及追我的梦。所以我觉得 FlexClip 的自动生成字幕的功能非常的强大，而且在编辑上也非常的容易方便。那么字幕的大小及风格可不可以做修改呢？我们可以看到字幕的右侧有个风格，可以来选择字幕的样式。
在右侧的预览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字幕已经改成了修正后的字幕风格。在这里我们也可以选择字体，在繁体中文的部分可以选择有台北黑体等等一些内建的字体风格。在字级的大小也可以透过比例来做调整，所以 Flash Clip 自动产生字幕的功能对于制作影片需要上字幕的作者来说其实非常的便捷，也很容易使用。当然如果你觉得 Flex Clip 的 AI 自动生成字幕符合您的需求的话，也可以参考一下它的付费套餐。像是基础套餐呢，它能够输出的画质是 720p， 自动上字幕的时长是一年360分钟，在高级套餐的部分可以输出 1080p， 自动上字幕的时间是一年720分钟，或是商业套餐。当然要选择哪一种方案还是要考量自己的需求。最后也再提醒一下，如果你对输出的品质有所要求的话，必须再看一下输出的部分。目前所使用的免费版本提供的是 480p 的输出品质，如果需要 720p 的话必须选择基础套餐，如果要达到 1080p 的话就要选择高级套餐。